花莲在地书法家余国强他的太极书画展在10月2号开幕以来，就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参观欣赏。国庆连续假日返乡游子也都慕名来参观他的书法展，在这个双十连假呢，富里多了一个新的景点。余国强太极书法展10月2号开幕之后，吸引不少民众前往参观，而国庆连假第三天，返乡游子也都慕名前去参观书法展。展览将探索太极禅意与书法艺术的交汇融合，为民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，也让民众体验文化艺术无远佛界的魅力所在。我们的乡亲啊，有机会邀请大家多来看看走走，我们有将近20天的左右的展示的一个时间了，大家有空就来这边走走看看。余国强老师的艺术作品融合了太极的阴柔和书法的艺术性，呈现出独特的美感以及禅意，更深入了解太极与书法之间的相融火花。记者高双双富里香采访报道。